到底为什么要赛车呢？每个人赛车的理由都不一样，就像每个弯道都是一道难题，看你怎么解决咯。曾经荣获三连霸的蓝人车队夺冠的压力落在李一飞的肩上，我能做的都做了，却一次也没有一个送给我。他送子以前一飞哥的搭档，丽丽现在速度有机会，要不试试看让丽丽上。我们现在正在找赛车女郎，怎么样，你们车队需要个很快的赛车女郎。如果我让一个职业赛车模拟器高手去参加一场职业赛车联赛，你不觉得这样很有话题吗？赛车模拟器世界排名第一的杜杰克，这对来说应该不是问题。你把职业赛车想得太简单了。反正 Lions 也过气了。你给我让开！我可以为你做任何事情，但是拜托不要再比赛了。我想完成今年的比赛，蓝眼神还是有机会拿冠军。他们需要你，我也需要你。第一个人赢不了，不代表蓝眼神赢不了。如果你留在赛车场上，至少可以保护他。这个才是我们需要的车手。我为什么要赛车？答案我早就知道了。哎，你有驾照吗？